Welcome to LingLing Mandar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inese Short Story, 三国故事。桃园结义 Oaks of the Peach Garden。刘备和张飞在城墙下聊天，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刘备说很早就想做大事，可是很烦恼，没钱也没权。张飞觉得刘备很有诚心，于是就告诉他，我家里有一点积蓄，也许可以帮到你。刘备很开心，就跟张飞一起去餐馆喝酒了。他们在喝酒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的一个红脸大汉大喊，快拿酒来，我赶着去报名当兵了。这个人叫关羽，由于杀了欺负弱小的坏蛋，所以到处流浪，不能回家。刘备觉得关羽不是一般人，就请他过来一起喝酒。他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非常高兴。后来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喝酒，关系越来越好。一天他们去了张飞家的桃花园，园里开满了粉色的桃花。他们在桃花树下结拜成兄弟，发誓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备当大哥，关羽是二哥，张飞是三弟。张飞还请人为他们三个打造了三把兵器，刘备的双股剑，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和张飞的丈八蛇矛。他们准备踏上英雄之路，一起组建军队。If you happen to miss the first episode of the story, you can check my playlist link for the Three Kingdoms link below. For the coming Three Kingdoms series, I'm going to give you the story of Cao Cao,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nese history. So make sure you subscribe and stay tuned.